好笑哎、欸、你。OK， 来 ，Beach 可乐也穿给你们看。哎、欸，我知道了，这个啊，直播。啊？忘记了，不是什么？讲错。来，这个 Beach 可乐给你们看一下。Beige color 的话呢，基本上呢是完全是最最基本的一个颜色来的，太好看！你看 Beige color 这样子配也好看。好，我的 green color 我要说一说，我真的很 cute。 来，好 green color 就这样子拍。green color 这样拍，一二三，三二一。Green color， 如果你是不懂要怎样搭配的时候，你想搭配特别的颜色的话，这个 green 真的是我觉得是很好看的 green 来的，也是我们那时候我也有哦，我真的是很爱 green color 的下半身，因为那时候 checker skirt 也是我选的 ，checker skirt 的那个 green color 也是我选的，这些如果你穿 T 恤来搭配也是很漂亮，可以哦。OK， 我走喽。OK。Beige color 给你们看久一点。Beige color 呢，如果你们三个颜色要一个基本颜色，你们就一定要戴 beige 哦。如果你们是已经有 beige color 这样子的款式了的，这次这个新颜色呢，我也很推荐你们拿一个 green 啊 red color 这些颜色哦。上衣还没有出，现在出哦。对，上衣我都还没有出完，现在要出完。OK， 这个 red color 刚才我穿，我真心觉得它看着也已经很美了，然后穿上去更加的美哦。你们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拿两个颜色。上衣一定要选一个颜色。来，上衣来的。但是有穿了吗？这个有穿吗？我这个没有穿，等下我穿给你们看。OK， 这个你们要的是打 pink color， 这个是 pink。哦，这个 37103 pink plus one， 等一下会穿给大家看。对，那你负责穿喽。对，这个是我要自由款，这个质量超级好，非常好，这凸出来的。的感觉哦，这个，对，这个有人要我上衣 ，sorry，给我一点镜头啊 ，OK， 我这个是37101，这个是129的，然后直播价109就可以，然后胸围48寸哦，好蛮多人下单的，完全我们会 cherry 的 style， 对，我想整场就穿着它 ，OK， 这个呢，如果你们要换呢，真的是赶快现在就马上打哦，等一下我觉得一关直播应该会 close 这一个款先，因为我们就是跟厂家。要赶快的补货就对了，这个款式，因为他讲他新货一到，我们就快点缴数量这样子。如果你们过后的话，我们就不接了这个款式，这些是你们要的话，就现在打上37101加一，对，直播后就直接 stop for 这一款喽。OK， 看清楚喽，喜欢就拿吧，超级无敌可爱的。OK， 365度都有东西看。109块。OK， 109哦。好，我这个款呢有 black and pink 啊，它质量超级好啊。OK， 我拍照这个 black 先哦。一二三，三二一。OK， 我换。这个很 soft 哎，这个 Chanel 的那个 tweed 啊，很 soft 吧？比较，如果说是我的 sweater 那个红色的来比较的话，这个的话呢是。它的那个厚度哦，它是比较薄一些的，所以它穿起来更加的滑顺的 feel 很美。Pink color， 黑色一定不会穿，但是哦，这个 pink 啊也很迷人哦。这个 pink 是我们第一次看它的撞色，这样好看的一个颜色哦。对，然后它的这个质量真的绝了啊 ！OK， 如果你们是追求要 quality 的话呢，这个就真的不要错过，这很少会遇到很快的做到这样美哦，对，然后白色啊，你看不会透，我们有见过都不是这个这个价格了，我们比较109，我们真的是扣了给大家很勾脸啊，109，我们扣109，应该是129了，所以你们不要错过啊。直播价给你们109，这个真的是很值得啊，它的质量啊，这些都是美美的。我自己看中，我自己都要留这个，真的很美。然后它穿起来也凉凉的感觉哦，这个面料，然后穿起来是宽松这样子的。它长度啊，真的是很漂亮。你看哦，它的那个肚腩在哪里？秀一秀你肚腩。对，遮弯，而且哦，它拉长整个人的版型哦，它不会是那种短，就是刚刚好在那个肚腩的地方。哎，你很远呢。哦。不会在这里的，它是在这边，所以呢，它拉长整个人的那个身形。更加的苗条。对，我也配这个 red 给你们看啊。OK， 我配一下这个 red。Oh my god， 给你们看一下，现在我这样子穿 ，Oh my god， 美不美？大家，
这个款式这样子打，哇塞，我很喜欢这个龟，我真的很喜欢，你们一定要留一件 ，OK？ 只要我这个搭配的话呢，可以给个 like 哦。我们超少机会，就是我自己本身啊，都是很少见到自己穿到比较贴身的款式，所以呢，这一期都很想试一试，所以呢。有一个很棒的好消息，就是今晚呢会有介绍一些比较这样子贴身一些的款式，然后同时间我觉得它不只是穿在里面，它穿在外面都很美，好像这一款、哦、单穿也很单穿也很漂亮，它质感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OK？ 有这一次你们今晚没有错过就很棒了，因为今晚就会有一些款式是在那三晚是没有的一些款式来的。对，裙子还有吗？可以，还可以下单，有三个颜色啊，再有人看懂一次颜色。来 ，Big Hello， 我现在也配一下。我发现这个裙子多少钱呢、啊？因为我看到那个系统好像不一样，59吗？50直播价59，喂，直播够69 ，OK， 直播给你们扣10块。所以是59是对啊。对，哎，怎么对啊？对啊。你check一下，你check一下。我不懂。怎么你这样子问？没有，你去check，你去check。我去check啊 ，OK OK。OK， 裙子啊，给你们看一下弹性啊，弹性是这样子的，哇，很大是不是 ？OK， 这个是这样子，然后哇，你看我这样穿起来了，然后是有一点49，我看到好像你给到49哎，等下，然后所以是给错价格了。49 OK， 你们看到49还是59？给我一下知道一下你们。我们给错价钱了， oh、这个裙子。OK， 这裙子一定要收一件啊。OK， 如果你们是怕说不懂哪一个颜色好，我们有一个 basic 的颜色，给我知道一下你们看到什么价格，好像是给错了价格。给了，给了，恭喜啦！这个 V 啊，你下很多，最后只有3件而已，这个 V。OK， OK， 你们。给你们啦，好的，就是49啦 ，OK 啊，这个很吓到的 material。哇，如果我们真的是放到49啊，赶快拿2件，赶快拿啦，因为这个 supposed 最后3件了 ，OK， 这 supposed 59的、嗯，所以如果2件的话，如果你们要 try 这个版型，你们拿 beige 对不对？真的很好穿。但是如果你们是 actually beige 的话，你们怕太浅的颜色、哦，我觉得真的是拿 green， 我真的是介绍 green。但是如果是 Chinese 里面有什么你们 red color 为主的、嗯、这个真的是可以去真的很美搭配，所以你 Chinese 的 feel 你搭的时候、哦、3702不一定是要很红的东西，你就搭回白色啊浅色的东西，然后你这样子搭红色在下面就有 Chinese 的气氛了。嗯，对对对，而且、啊 okay? 它真的很显瘦哦，因为它做的那个版型哦是长一点的短裙来的，所以你变成了你穿的时候它是看到的那个形状是不是那个大腿，它是那个小腿而已，没错，然后我穿的是在高腰，我穿在高腰哦，这裙